3, 4. 大家好，我是 Rain， 好久不见。今年 Rain 来啦，好开心，好期待。是第一次来台北吗？大家都是怎么样？오늘왔는데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看到这里人下了很多雪，然后可能是雪的印象吧，可能感觉非常的好。安和威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舞台，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呢，他也是来到这里的原因。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他在舞台上也非常的享受，然后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舞台。啊，这次就是参加我们的安徽春晚，给你带来的节目是什么？네어기존에준비한사실은저는지금몇십곡을然后还准备了几首啊一直被大家喜爱的歌曲然后给大家带来네2015年我们在拍摄一部非常非常好玩的电视剧也希望大家今年能够看到然后今年呢也会在韩国也会有电视剧的计划然后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也会有演出的计划会有演出的计划